不行，所有人都不希望跟你在一起，是不是我真的没有资格爱你？ 真的喝多了，我别说，早点休息。瑶瑶，瑶瑶，你听我说，瑶瑶，你听我说，我喝多了，没事，我累了，晚安。 早。早。你做的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看起来挺不错的。那多吃一点吧。 瑶瑶，昨天晚上我……你千羽，等一下吃完早餐，我想回家了。最近给家里添了那么多麻烦，我应该早一点跟他们道歉。你送我回去好吗？我送你回去。
快到了。如果我爸看到了我，肯定会大发雷霆的。你一会儿上去，我陪你。不用了，我只要跟我爸爸撒撒娇，他就拿我没办法。反正他本来也不想让我嫁给乔丽，没准会反过来夸我几句。没关系的，走吧。到了，谢谢。瑶瑶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最好的朋友。